嗨，欢迎来到小叮当的店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弹钢琴变成是现在人的休闲活动。不止小朋友和年轻人，退休人士和长者也开始加入了弹钢琴这个行列。和写作画画一样，不同的学习年龄和学习环境会有不同的感触，还有个人风格。这时候大家又开始研究，我应该买传统钢琴还是电钢琴呢？而电钢琴有几个优点，第一个，它不用调音，可以省下很多的调音费。第二个，它有仿钢琴的重锤触感。第三个，它可以结合手机或平板的钢琴教学软体。第四个，它可以应用在数位编曲上面。今天我要介绍四款3万多块有琴盖的电钢琴 ：Gewa 的 DP300G、卡西欧的 AP470、Kawaii 的 KDP75、Yamaha 的 S35。接下来我们来盲测一下这四台电钢琴，听听看它的音色谁是谁。
接着我们来比较一下这四台的钢琴音色。Thank you.
这四款电钢琴都有其他的乐器音色，来示范看看，顺便比较一下它们之间的差异。现在看到的是这四款的琴盖开合方式。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这四台的琴键重量和触发力道。我们使用一块钱硬币来测量重量，一个硬币大概是 3.8 公克，目前有13个硬币，开始增加重量。19个琴键下沉，给我 DP300G 的琴键重量大约落在72公克。接着往上堆叠测试触发力道，20个没有声音，21个没有声音，22个这边测到给我 DP300G 的触发力道大约落在83公克。接着是 Yamaha 的 S35，目前有13个一块，开始增加重量，14个、15个、
琴键下沉。雅马哈的琴键重量大约落在57公克，接着往上堆叠，测试触发力道，19个，没有声音，20个。这边测到 S35 的触发力道大约是76公克。接下来是 AP470 的琴键重量，目前有看到13个硬币，继续增加重量，14个、15个、16个，琴键下沉。 AP470 的琴键重量大约落在60公克，接下来测试它的琴键触发力道，17个，没有声音，18个，没有声音，19个。这边测到 AP470 的触发力道大约落在72公克，接下来是 KDB75 的琴键重量，目前有10个硬币，11个、12个、13个、14个，琴键下沉。 KDB75 的琴键重量大约落在53公克，接下来测试它的琴键触发力道，18个，没有声音，19个。这边测到 KDB75 它的触发力道大约落在72公克，这边可以看到 AP470 和 KDB75 它们触发力道是很相近的，可是它们琴键重量却不一样。 KDB75 的前段比较轻，可是它的后段会比较重一点点。这边我们来比较一下传统钢琴的琴键重量，目前有13个1块钱，往上堆叠，14个、15个、16个，目前测到它的琴键重量大约落在60公克。接着测试一下它的触发力道，17个、18个、19个、20个、21个、22个、23个，没有声音，24个。这边测到这台传统钢琴，它的触发力道是92公克。这边可以发现，这四台琴虽然比传统钢琴再轻一点，但是要训练手指的肌耐力或协调性是没问题的。这四款都有半彩延音的功能，半彩延音可以使你的弹奏更加的顺畅。我们来测试一下它们的延音长度。Thank you.
接下来测试一下这四款的琴键噪音。传统钢琴的琴键噪音大约落在60-65之间。目前测试下来，这四台的琴键噪音都比传统钢琴再小声很多。Genwa 的 DB300G 有 Line In 播放音乐的功能，可以使用 3.5 的导线衔接播放器材，将导线接上 DB300G， 接上电脑或平板播放音乐，在 DB300G 上面同时按 Reverb 按键和 Chorus 按键进入方旋模式。接着选择 LIN， 这边建议将音量开到15以上，接着将音量开启，这样就可以使用 DB300G 播放音乐了。可以应用 DB300G 的音响输出口衔接录音界面，像 Steinberg 的 UR 系列或 Yamaha 的 AG 或 MG 系列，然后接到电脑，搭配电脑的软体，就可以混合一些特殊的音色。搭配的软体像是 Logic Pro、Cubase， 这边特别要注意，有部分的软体是需要付费的。当然也有很多其他厂牌的软体，之后我会制作影片为大家说明。我们选择一个 Reverb 效果，创造空间感来编曲。我们来测试看看调整音色。接下来我们来加一下 Stereo Split， 可以将音色变得更环绕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搭配配乐来编曲弹奏。这四款电钢琴也可以当 MIDI 键盘，衔接 USB 孔传送讯号给你的录音软体，这样就可以用这四台的 MIDI 讯号控制软体的音色，像是 Simply Piano 这类型的钢琴教学 APP， 或像 Syndicia 这类的瀑布式钢琴游戏。因为电钢琴有重锤的模拟，如果你很注重钢琴的弹奏细腻度和音色的细腻度，使用电钢琴编曲会加分很多。当然等级越高的电钢琴手感越像传统钢琴。经过一连串测试，对电钢琴有比较了解吗？有兴趣的话，也欢迎来到现场测试看看。也欢迎在底下留言，说出你的问题和分享你的想法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这里是小叮当的店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